Hello，Hello， 我今日又有生果，我今日食芒果。见到阿妈要讲咩啊？有冇讲母亲节快乐啊？有啲人问我点解咁早瞓，系因为呢几日咧。唔知點解對我只貓特別敏感，我啱食咗兩粒敏感藥，我覺得一陣間就會眼瞓。母親節快樂！我全部收到嘅公仔，邊個靚啲？佢有冇手指㗎？因為佢的手指仲短過我，你看下，手指得咁樣啫，我長過佢。佢擺喺度啦，陪我。算啦，我攬住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好耐冇见，好耐冇开 live 啦。咁同埋呢个系我个 fans 送俾我嘅蜡烛，好香噶，同埋一只熊仔。呢排收到好多信，我回紧信噶啦，不过有啲多咧，之后我就唔系几睇得晒，我会慢慢睇。嚟我。我的 comment 先，有冇出去喂？我冇出去喂，今日咧全日都有侍奉我嘅媽媽，我嘅母上大人。死啦！我唔知今日做咩添，大家睇我食芒果。可唔可以穿多件衫？有啲熱喎，但今日我而家咧冇開冷氣啦，即系我又冇風扇啦，有少少熱。係啊，今日陪我媽媽港島區行咗一圈，我喺銅鑼灣 SOGO 嗰度打卡，之後咧又去咗天后一間嘢飲店嗰度，諗住攞應援。之後咧，我哋好似下晝三點左右到。已經冇曬咯，之後我媽就有啲失望。我媽本身唔係想攞光頭嗰張噶，佢想攞藍色嗰張啦。不過佢都應該想過下癮啫。如果佢問我攞，都應該會揾佢哋攞到。但係咧，佢就好想去。真係買一杯嘢飲，然後咧就真係攞一張自己攞嘅咁樣，即係好奇怪啊！因為咧我同佢一齊去攞咧，一齊買嘢飲啦，然後咧佢就話啊，你幫我要一張，你幫我要一張，即係我心諗我自己要點樣講啦？唔該，我想要一張我嘅應援啊，咁樣冇理由噶嘛。之後咧我覺得唔該，我想要一張 Ivy Show 嘅應援啊，咁我自己講出嚟好奇怪喎。之後最尾就話你自己攞啦，你自己問佢攞啦。超級有麗英，陣間去睇。好中意麗英嗰首《東京一轉》，好聽。大家見到我應唔應該行嚟同你影相？其實我自己係覺得 OK 嘅，但係可以唔使怕醜咯，可以坦蕩蕩啲，直接問我可唔可以影相。如果嗰陣時唔方便，我就同佢話唔好意思，我唔方便啦。如果方便嘅話，就話啊好啊，可以啊咁樣咯。唔係跟住我嘅話，就我就會有啲驚咯。今日
生日可唔可以同我结婚？唔可以。开一间嘢饮店俾我拎，俾我阿妈拎拎应援，唔使啊！我妈咧有时候咧嗰啲应援咧，即系明明可能屋企已经有啦，或者系公司印嘅嘢咧，佢都会硬系觉得想要多啲，即系觉得每人一张咧可能系唔够，佢唔知点解好想储好多嘢。细佬好晒事，口晒事，细佬考晒试未？系未噶，所以我而家嘈紧佢。佢头先好嫌弃我爆佢大镬，佢就话想做啲份，想入嚟摊啊。然后我就话吓，我要开 live 咁样，即系话吓要开 live， 阻住晒咁样咯。咦，我又冇得份咁样。今日出去多唔多认得我？冇啊，今日笠住顶帽啊。但好尷尬啊，即可能係自己覺得咯，所以咧去咗同阿媽打卡啦，我幫佢影相嘅時候咧，好尷尬喎！你唔覺得自己同自己影相好尷尬嘅咩？即自己同自己一張相影相，好尷尬。但我媽玩得好開心，係啊，最尾冇攞到應援，攞唔到咯，最尾攞咗一張我嘅卡同埋一張阿糖嘅卡，透明卡卡。再幾日就完 DSE， 大家頂埋佢。不過 DSE 嘅人應該唔會睇緊呢個 live 係咪？嘻嘻。嘟嘟嘟嘟，個攬枕好得意，我都覺得好得意。雖然同自己嘅相影相好尷尬啦，但係咧，我覺得有一隻。自己的公仔又好像很可愛，這隻又是，還有那些韓星都很多那些公仔去換衣服，那些都很可愛咯，我覺得。Hello, hello. 唉，小佬 DSE 很閒啫，想當年啊、我可以討論一下 DSE 嗰陣時，嗰陣時 DSE 其實好大壓力咯。因為日日浸喺個氣氛度咧，真係有啲大壓力啦。之後有一日，我記得咧，全家咧都出咗門口咁樣啦，然後我自己一個咧喺屋企温書，咁咧我温温下覺得好大壓力咯。之後咧就衝咗房啦，之後就攤咗喺度啦，之後就覺得好大壓力，之後就喺度喪嗌咗兩聲。大聲十倍咁樣嗌咗兩聲，唔知有冇嘈到隔離，但嗰時都好大力。不過我覺得都係一個發泄方法嚟嘅，嗌完兩下好似舒服啲之後咧，之後我就去翻温書。我阿爸攞到應援興唔興奮？我阿爸咧。即我媽自己喺度影得好開心啦，然後我爸咧就喺隔離喺度望住佢影咁樣啦，即好似好有少少好似唔耐煩咁樣。之後咧，我媽就話：你影啊，影影啊咁樣。之後我爸就話：唔影啦，唔影啦。之後咧，唔影兩次之後咧，真係唔影啊嘛。咁我媽咁樣講啦，之後就誒影啦，影啦。之後就好似好唔情願咁樣行過去。我爸應該喺出面聽緊我講呢段嘢。哦，係會有啲人考完 DSE 噶咯喎，恭喜恭喜，加油加油，可以輕鬆一下。鏡頭係咪執咗少少？係喎，佢唔水平噶喎，唔緊要啦，好似幾型。中唔中意食蟹柳？一般啦，點解無端端問我中唔中意食蟹柳？DSE 都離我好遠啦，
我話聲犀犀利，係啊，我覺得係就係話咯，呢排對我只貓咧好敏感，而且可能我呢排係咁騷擾佢，係咁攬住佢。之後咧，佢又唔想俾我攬啦，咁就掙扎啦，之後掙扎咧就甩好多毛，然後我就吸曬，哦，琴日睇完 MM 啊，喵喵，我本身就好中意睇喵喵啲片咯，即係我覺得啊，佢啲片好用心啊，而且咧有啲主題都好有深度。即係咁啱，琴日嗰集我睇咗之後咧，就覺得啊，大家真係好好喎。加啲 Go MV 嘅趣事，主要其實係好凍咯，即係大家可以睇落去，我著背心啊，之後短褲啊咁樣，即係但係其實咧嗰日係超級凍啦，好似三月頭，之後就好凍啦，然後仲要瞓落水嗰度咧，我係起唔翻身噶咯，即係我瞓完落水啦，即係影咗好耐啦，我點解我覺得啦，即係我心理上面覺得佢影咗15分鐘，但係應該其實冇咁耐，但係我瞓喺入邊咧。就係咁，佢係咁叫我哋擺啲靚 pose 啊，笑啊咁樣，但我其實完全笑唔出啊，超級凍啦，攤喺度啦，之後個嘴已經係咁震啦，之後咧就係又要笑啦，就咁樣啦，之後仲要點咧？之後冇乜嘢啦，其實都係啲 mood 啲嘅嘢。啊，但係就真係好凍咯，即係起翻身嗰陣時候，我係話大家可以起翻身啦咁樣，之後我係起唔到身噶咯，我係凍到只腳用唔到力咯。真的很冷啊，剛才點慶祝，剛才吃了披薩，但披薩是我一直都想吃，不過我媽其實都喜歡吃披薩，其實是靜靜雞切了個地在母親節那裡。食唔食三色豆？我自己咧係覺得三色豆係冇味噶咯，即係我唔明點解大家其實係，我唔明大家點解會覺得綠色嗰個豌豆係咪啊？個青豆有一陣味，即係但係食唔到佢有任何嘅味咯，覺得係冇問題噶咯。不過我諗大家同我食青瓜嘅感覺應該一樣，我都係覺得青瓜係好臭嘅，又臭啦，又有陣草青味啦，接受唔到。我哋係 Cola 有冇劇透？劇透就係今個月尾，我唔知道可以劇透幾多，我唔敢講啊！我唔敢講啊！同埋我睇咗 Doctor Strange 咯，我覺得好睇，我覺得好睇，而且我仲要睇 4DX， 好正，喺度揈揈揈揈揈，我覺得係好睇嘅，睇 4DX 都好抵。而家幾重？唔同你講。睇下先，今日開唔開心啊？我覺得我媽開心啲咯，不過同我媽出街都幾開心嘅，行咗好多路咯，今日陪佢，同埋搭咗叮叮，開心。元西，其實我想知道元西是讀元西啊，定係鹽西？我就聽兩個讀法，即係但我唔知道邊個係啱嘅咯。元西我讀元西嘅嚇，之後我覺得還好咯，我覺得係。中唔中意食番薯？
OK， 唔係特別中意，但係可以食，即係你俾我會食咯。中唔中意飲奶茶？今日飲咗一杯，同佢哋 share 咗一杯 ，fat fat， 但係好耐冇飲啦，好似幾個月冇飲啦。我係通常去到都會想嗌啲 fresh 啲嘅嘢，我會中意飲譬如嗰個叫咩啊，蔗汁清茶或者啲水果茶呢啲咯。喂，我食一兩嚿生果可以嗎？冇曬。係咪有啲人話唔可以敲碗？敲碗係唔吉利噶嘛？我諗起阿 Marv 成日都喺度話我個老靈魂，佢成日都話我，即係我食飯咧，譬如我同心靈咧都好習慣咧食飯，其實係懶啦，又唔係懶，即係咧我哋會用筷子插住啲飯，因為我哋咧即係通常好多。八個女仔啦，好多都唔食飯啊，咁咧我哋就會用個飯咁樣插住支筷子，咁就晾住支筷子啦。其實因為咧，你個筷子夾過嘢噶嘛，即係張台又好似污污糟糟咁樣，你又唔想個筷子嘅汁又揩到張台，張台又整污糟你嘅筷子咁樣，即係所以咧就想擺喺飯盒度啦。但係咧飯盒咧有飯有餸噶嘛，咁佢就會碌走啦。所以咧我自己好習慣咧，就係插咁樣插喺個飯上面。但是呢他就是這樣會好像插香，雖然不吉利，所以就不可以這樣嘛。我就已經打斜插了，打斜應該不像插香了吧，但是都會被阿媽罵，他就哎呀你又插香這樣，之後同心靈就會嘿嘿嘿嘿嘿這樣，之後 就不知道怎麼擺了。有沒有教弟弟中文？ 我有的，我有教過佢，我覺得我教佢教得最好嘅係綜合。嗯，我嗰陣時佢有一年考試前幾日去買花攢花去，考試前幾日問我綜合點做，之後教完佢之後咧，佢就話啊，我綜合個嗰、那個叫咩啊？第一段嗰個叫咩啊？十分嗰、那個，我想添，十分嗰、那個見解論證整合拓展。什麼意識啊？哦，Never Never 第五名耶！呜，有什麼可以慶祝啊？沒有慶祝啊。啊，是啊，預警意識啊，個預警意識佢就話、啊、我攞咗好高分啊，個預警意識。插穿個塊布膠都得喎，即係都係有陣時係膠盒嚟噶嘛，都冇辦法。有啊，俾曬啲筆記去睇啦，我都唔知佢有冇睇。同埋我當年咧係手寫筆記咯，我打出嚟嗰啲筆記咧係之前課補習嗰陣時打出嚟。但是他是不喜歡看我手寫筆記快不要筷子插飯 Oh no 好像拜神不吉利，家大家都覺得不吉利，我自己是覺得還好我隔離的蠟燭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啊，蒸拌麵這個都市傳說我都想試一下，但是我覺得聽個名字已經覺得很肥了，鵝油拌麵很肥很肥，但是不知道好不好吃呢，我多高，我163，流鼻水。中唔中意飲咖啡？飲咖啡係我嘅生活習慣嚟噶。如果一朝冇飲咖啡，我會覺得好唔聚財。但係咧，咖啡對我嚟講咧，
又唔係話真係好有嗰個提神嘅作用喎，純粹飲完之後咧，你個心咧會精神啲，個人好似朝頭早做完一樣嘢就會啊開始我嘅一日啦咁樣嘅習慣。我有陣時咧夜晚或者下晝飲完咖啡咯，夜晚都係瞓得好好，即係佢實際上對我嘅作用唔係好大咯。唔係母親節快樂啊，阿心數碼係啊，咦？睇下邊個睇緊先。Hi. 其實我中意食咩？我中意食，其實我中意食好多嘢。好多嘢中意食，有咩？不如問我唔中意食嘅嘢，可能仲諗得出。我飲咩咖啡啊？嗯，我呢排咧有個 friend 咧沖咗啲手沖咖啡俾我飲，我就覺得幾好飲。佢沖咗一個土味嘅手沖咖啡俾我飲咯，之後我覺得好神奇，真係有一陣土味，之後咧，但係又有啲 after taste， 之後咧又有一陣咖啡嘅餘韻喺口入邊，我覺得好好飲咯。因為我以前咧係唔中意飲嗰啲果香嘅咖啡，即係通常咧咪話啲果香咖啡有梅味啊，或者其實我都唔知有咩味。呢啲梅味咧，通常我淨係飲到一陣酸味咯。即係但係第一次飲土味嘅手沖咖啡，我就覺得原來嗰陣酸味都可以係好順口。所以我就開始對手沖咖啡有翻啲好感。我以前淨係飲 espresso 沖嘅嘢，譬如我中意飲 latte、mocha 同埋 americano 咯。但我就好似冇試過就咁飲一 shot espresso。所以我係。中意飲咖啡，好中意飲咖啡。我都想有時間研究一下咖啡。我想去學翻拉花。以前做 barista 嗰陣時咧，有學過拉心型，但係咧好醜樣啊！應該而家我最中意嘅一個甜品，我最中意嘅一個甜品，我最中意嘅一個甜品啊！一個我喜歡芒果雪霸，如果揀一款的話我會揀雪糕咯，但是如果再揀一款的話我會揀芒果雪霸。好像我覺得雪霸好像沒有那麼 heavy， 我會喜歡我喜歡 fresh 一點，可以吃多一點。啊，老山在看 live， Hello 老山，是的，大家可以留意多一點 Makerfield 的最新資訊，可以 follow Makerfield at Makerfield 嗱呢度，啊，同埋啊，講起我頭先見到一個啦，就話阿媽可唔可以講一次蘇哈建智飲水加坐直，我就諗起坐直真係好重要咯，因為咧我以前。讀書的時候咧，係縮埋一嚿咁樣寫字，即係咁耷低頭寫字啦。再加埋我好中意將啲嘢咧，即係你有冇見過啲同學咧，本簿係打橫噶嘛？我係要咁樣寫噶咯，即係起碼要依個45度角，我先可以寫到字嘅，即係我要側身咁樣屈頭寫。所以咧，我條腰咧跟住咁樣側住寫啦。咁我後屘之前去實習之前咧，要做啲身體檢查咁嘅嘢，咁就發現我條腰其實有少少歪咗嘅。少少啦，唔算好嚴重啦，就係歪咗啲啲咁樣，但係你照 X 光就會照到出嚟咯。所以就好想提醒大家，要做多啲運動啦，練好啲肌肉啦，同埋咧真係要坐直咯，即係無論翻工啦、休息啦、搭巴士啦，都要坐直咯。即係我呢排搭巴士都會發現自己唔係呢排啦，即係發現咗自己條腰有少少彎啦，會有容易啲腰痛之後咧，我就會發現自己生活上好多時候都好中意咁樣攣住坐，但係其實可以挺起腰骨。坐翻直，系啦，之後做下運動啦，做下腹啦，做下 pat 啦，做下背啦，即系拉下筋啊，
之後係啦，身體健康好重要啊。係啊 ，Makerfield.official， 大家可以去 follow 佢。同埋飲水，我以前咧中學嘅時候咧都飲好少水噶，即係我中學咧係唔中意帶水樽啦，我就會唔飲水咯，就好似一日都冇乜廁所去咁樣，之後又覺得唔飲水都冇乜所謂，所以就養成咗一個飲好少水嘅習慣咯。當時，但係咧，我中學畢業之後咧就開始做 gym 啦，之後咧就上網睇咗好多 article 啊，嗰啲 journal 啊。咁樣就講話減肥嘅嘢，咁咧其實都係各大文章、各家學説咧，其實都係有重點，就係飲多啲水咯。即係起碼都飲兩列咯。之後我係曾經咧係逼住自己飲三列嘅，不過而家都係 around 兩列多啲咁樣。所以飲多啲水，飲多啲水咧就皮膚好啦，之後減肥啊、新陳代謝啊，各樣都會好好多噶。今日變咗健康。身姿，歡迎大家收睇《健康身姿》，我是你們的主持人 Ivy。 這個喵喵是不是真的那個喵喵來的？我很喜歡看你們的片的，喜歡不喜歡打球？我喜歡打排球，我喜歡打羽毛球，但是不厲害。幾次同 Candy 掃街，我呢排減肥減得好開心，所以瘦咗少少。我同埋呢排又做翻 gym 咯，做翻運動，又可以跳翻舞，所以呢排都好開心，食得健康啲，又可以喐下咁樣。我用咩水樽？我係用。一個，因為我之前有飲 protein 嘅，所以我係用嗰啲 protein 嗰啲 shaker 嘅一個差唔多一 lit 嘅樽咯。大水樽都好好啊！大水樽咧，無論去啲嗰啲叫咩台式飲品店啊，或者咖啡店啊，不過而家疫情好似好多都冇咗。以前咧我係會又俾佢哋斟噶咯，咁就可以慳翻啲膠樽。點解肥波會睇緊？肥波睇緊我嘅 live， 肥波，你做乜睇我 live 啊？唔知點解咧？之前係點減肥？其實最緊要，我覺得係一個習慣咯，要習慣做一啲嘢，即係唔好好似逼住自己去做咁樣。即係譬如日日食。西蘭花雞胸咁樣其實好冇癮噶嘛，即係可以由呢啲嘢開始，但係咧，我覺得最緊要係自己開心舒服。你揾一樣嘢或者點講咧，不妨我自己咧，我係會食咗一排雞胸沙律咁樣，咁我就覺得好悶啦，咁我就會揾有咩 source 係健康得嚟有低啲卡嘅，咁一開始係有食。會落少少芝麻醬，但其實芝麻醬都肥嘅。咁我呢排咧就發現咗一個黑醋，我覺得黑醋係好好啦，即係佢本身就健康啦，之後又低卡啦，之而且佢係酸酸地好開胃咯。咁當你食沙律食到厭咗，或者你唔中意食沙律啦，咁就轉食下西蘭花咯。有一排我都好中意食西蘭花，因為咧西蘭花好甜，甜甜地咧好有啲味咧，食得開心啲嘅。然後後屘咧，我又呢排就轉咗食生果同埋 Greek yogurt。因為我覺得啊，再加奇亞籽啊，或者呢個叫唔記得咗咩籽，係啦，呢啲又飽肚啦，方便，即係啱我啲冇乜胃口嘅時候咧，我就可以好快咁樣咕，即係而且甜甜地。我自己係中意食甜啲嘅嘢，所以咧 yogurt 呢啲嘢咧會啱我胃口啲咯，用嚟做一餐嘅話會開心啲。所以減肥咧最大嘅宗旨咧就係揾一樣嘢你可以 sustain 到長時間。加埋你開心嘅嘢，如果我覺得減肥減得好大壓力嘅話咧，其實唔係一件好事，你好容易就會放棄，或者係咯，其實唔應該話減肥，應該話係一個健康啲嘅生活習慣。我覺得健康好重要，好似個人咧輕啲呢排又做翻少少運動咧，個人輕啲咧，心情都會好啲。我哋邊個最有紀律減得最 fit？
我覺得最有自制能力呢是我，我發誓應該真的是我，同埋我覺得心靈都有自制能力嘅，即係會控制到自己嘅，但係係好健康嘅。咁放我自己，我就會控制卡路里咯。啊，係啊，同埋卡路里對減肥都好重要。即係一開始啱啱開始減肥或者健康啲嘅人咧，想減重啊或者做多啲肌肉嘅人咧，可以誒、無端講呢啲嘢，但我唔係 pro 嚟噶。哎呀，戴翻個頭盔先，之後就可以計準啲嘅卡路里嚟先啦。即係你。減肥可能兩三個禮拜，你已經記熟曬啲卡路里咧。咁你粗粗略略，你都知道生活上你食乜嘢，大概幾多卡，咁你就自己控制到咯。哼哼，係啊，我係自律擔當嚟噶，所以咧，我真係阿 wing 已經冇再監管我嘅飲食，因為我好自律。之後最阿糖係最瘦嗰個咯。但是阿湯呢，他本身就瘦底，再加上他做少少運動，其實他的線條很好看，羨慕羨慕羨慕。但其實我自己是不喜歡太瘦，即是骨慘慘的樣。我覺得怎麼說呢，應該說每個人對、一個靚的身形有自己的看法，所以 for 我自己，我喜歡一些有線條一點的，所以我會做 gym。 譬如我喜歡膊頭這裡有一些線條啦，之後喜歡下面這裡三頭這裡 firm 一點啦，還有喜歡腹肌的線條啦，還有我喜歡 pat pat 這些線條啦，所以我就會去達到我心目中那個漂亮的樣子。所以怎麼說呢，除了有追求之外啦，你知道自己喜歡什麼啦，還有欣賞自己咯。無端端就變咗呢個嘅荔枝台，肥美人我有留意咯，啊唔係因為唔係日日得閒睇，但我有留意，我都覺得佢哋嗰種自信係好點講咧，好值得欣賞。我覺得我都要學習嘅，因為我都唔係面對所有評論都可以好。坦然或者開心咁樣吞曬落去，或者見到覺得完全冇嘢。我曾經有同我啲隊員分享過，話我曾經都以為自己係 OK 啲評論嘅，即係話，即係睇到嗰一刻咧，會以為自己冇乜嘢就啊，話點佢講呢樣嘢都唔係事實嚟噶啦，咁我睇咗佢算啦，或者講呢樣嘢咁係我嘅一部分，我睇咗佢就算啦咁樣。但係慢慢即刻即刻咧，呢啲係我早升早期嘅。即刻即刻咧，你到決賽或者到臨尾嗰一排咧，會積得好勁，之後就會有啲小爆發咯。所以哇，變咗心理健康，突然之間，即係想要揾朋友傾下咯。就算有幾忙咧，都揾啲時間同朋友傾下偈啊。有陣時自己，我以為自己處理到嘅時候咧。有某些時候太多撈不到了，其實都要找人分享幫手這樣咯。我中學壞不壞，我中學很乖的，但我中學會欠交功課啊，好壞呀，我會欠交功課啊但我中學的時候數學很差，超級差。我成日老腰會不會肚痛，我是不會肚痛的，但是呢這裡會黑了咯這裡會黑了一截，之後呢這個位置會白過黑過這裡和下面小腹那裡。好，開到搭半還有十分鐘、啊、其實我都很喜歡阿 Day 的身材，我覺得他是很有曲線，即是他的腰呢很漂亮，我覺得佢嗰種身材我都中意。阿攪嘅身形都好靚咯，我覺得阿攪咧係好 firm、好結實嘅，咁就係我以前未參加造星之前好追求嘅身形咯。我會追求啲好乾身，然後線條好分明，所以以前係做 gym 做得好重咁樣。但係咧，我以前冇點留意拉筋呢啲嘢，但係而家咧就發現拉筋好重要啊！做完啲重訓就要拉筋啊！
其實我而家減夠噶啦，即係我覺得而家個身形還好咯，係 OK， 我自己好都中意嘅身形啦。不過要 keep 住個運動嘅習慣咯，想。Cola 助手要唔要人？我哋派人嚟試一次，我哋可以 DM Cola 点 VR 去揾我哋經理人，四人組去商討一下。耶！佢哋都話好好睇，唔好話係我講嘅。大隻狗，但其實阿狗佢自己有冇講過咧？我都好羨慕咧，係嗰啲去做少少運動就會好 fit 嗰啲咯，好乾身嗰啲。我都想要，不過 OK， 我覺得自己而家個身形都還好。但其實咧，如果講現實中我中意嘅身形咧，可能係早一排嗰陣，但再早一排嗰陣咧，上鏡其實都係。有少少腫腫地咁樣，所以可能而家嘅身形上鏡會好睇啲。但現實中我自己咧係中意再前一個月咁樣，有翻少少肉咁樣。點解話我變態？點解話我變態？蘇晴在看 ，Hello 蘇晴，想知道我怎樣處理情緒和評論。不過其實我想過 DSE 前期討論一下這件事，不過不記得發生什麼事，最後就沒有開到這樣的 live。 怎樣處理壓力啊？不如說一下我這陣子，其實都不是這陣子，我覺得我間不中都會收到一些 DM， 我間不中會看一下的，但未必好得閒個個覆啦，但我會有撳落去睇啦，同埋收到一啲信啦，可能有啲人都會話自己有可能抑鬱啊，或者情緒唔好，或者經歷緊一啲比較情緒低落嘅時期咁樣。佢哋就會同我講翻，就話可能之前嗰集 Stephen King 我都有講過，佢哋都係有啲人話啦，同我一樣都係唔係好願意去同人哋講自己一啲。比較 negative 的情緒，即是無論是你遇到的困難、或者被人評論的一些不好的 comment、即是他們都不會跟別人說的，即是同一樣，很喜歡報喜不報憂這樣，或者有些人說自己抑鬱可能有一點，之後很多人都會跟他們說、加油啊，努力啊，其實好小事啫，捱過去就係啦咁樣。同埋我自己咧喺做聲後期咧都有段情緒好低落咁樣。我覺得好巧合嘅咧，即係唔巧合，可能都有啲共通點，就係、是、發現其他人無論點講咧，就算係咁讚我咧，我聽唔入耳嘅，係完全聽唔入耳。我覺得佢哋，哎呀，佢哋都係講緊啲廢話，我聽唔入啦，我覺得唔相信佢哋，點解要咁樣講我啦？根本就唔係呢啲嘢，唔 deserve 呢啲嘢。但係我都唔知點樣可以幫助到佢哋，因為當時咧，其實我係可能算係諗通咗咯，或者自己咬緊牙關過咗去啦。咁某啲時期咁樣開始 open 翻。個人啊 ，open 翻個心啦、想係咯，其實都係自己睇翻自己有呢啲問題，嘗試打翻開自己個心，就會開始慢慢接受到啲唔同嘅壓力啊，或者 comment 咯。所以我都其實我想講嘅就係，我希望佢哋可以好似我以前細個咁樣咯。以前細個嘅壓力咧就係睇台劇，同埋睇一啲台灣嘅綜藝。或者後期啲有睇韓國嘅綜藝，我覺得有陣時呢啲嘢會喺個 escape 得嚟咧，會俾到一啲力量。咁我希望可能會喺我哋身上啊，或者喺 Cola 身上啊，或者甚至唔係我哋喺其他渠道身上，會俾你哋揾到一個屬於自己嘅力量咯，可以加油咯，處理好自己情緒咁樣。
無聊嘅時候中意做咩？無聊嘅時候中意，以前中意打傳說，而家可能，而家無聊嘅時候做咩？睇 Rick and Morty， 我好中意睇翻前幾季嘅，我由第一季無端端睇翻咁樣咯，幾得意。邊個外語最叻？誒，我哋冇討論過，但我自己覺得 Marv 嘅英文係好好聽嘅。之後我知道阿 Day 同阿唐都有識啲韓文嘅，即我都識少少嘅。同埋我哋有個化妝師，唔係有個髮型師，佢識日文，我成日咧掠佢教我。即係譬如突然之間諗到一句咁樣就啊，你可唔可以同我講呢句日文係乜嘢？我覺得我哋可以討論一下我哋外語邊個最叻。咦，是不是有預告了？下星期超級有 Cola 上去，下星期見。啊，是啊， Winka 的情商處理都很高，我都很喜歡找他聊天，可以找一些自己相信的人聊天。哪個英文最好？但我覺得英文好分很多嘅，即係你話日常溝通的英文啦，同埋你寫出嚟，可能是兩回事嚟。我都想我口語可以進步一下。件衫青 BB， 我件衫青 BB 咩？鹹仔話都計係外語嚟嘅咩？台語，咦，我都識少少。可唔可以講幾句韓文？嚇，唔得啊！我想唔想俾人笑啊？我韓文係成日睇嗰啲韓國綜藝都自己聽翻嚟。啊，件衫我好中意，係 Adidas 嘅。考試有沒有試過不合格？其實中學不合格是不，即是我們中學是可能三科不合格才要可能補考那樣。但我媽不知道會不會看我 live， 我有試過數學不合格的，還有低方那科，那科 IS 都試過不合格的，好像是啊。下星期十號是我和阿唐的 KKBOX， 到時呢又可以見面啦，大家呢可以和我們一起聽歌聊下偈，就是這樣啦。還有五月尾有團中，所以接下來的預告呢就是十號呢有和我和阿唐的 KKBOX 的一起聽，之後呢月尾呢就有我們的團中。啊，我都好期待啊，會剪成點樣？睇開咩韓國綜藝？最後一個問題，我中意睇以前，中意睇好耐以前啦，2014-2015年嗰啲，我中意睇2014-2015年嘅 Running Man 同埋超人回來了，我好中意 Tebagi 同埋三胞胎。有冇睇動漫嘅習慣？有，好中意，好讀。啊！我最近睇咗《巨人》最尾個季，即係最新出個季啊，從即係由第一季開始追翻到最新個季，點知佢都係未出完咯。OK， 我再等，再等多一年啦。唉，想知道我揀咩歌嘅話，就喺十號嗰度一齊 KKBOX 嘅一起聽啦。我走啦，拜拜。母親節快樂，祝我母親節快樂，拜拜。